见贤随喜，譬如恶事，父死在娘，病死最初，各随所喜，皆为报喜。随他愿行，替他修善，利益有情，得成福德。用心啊，见贤随喜，譬如报喜，咱只要用心啊，体会啊，欢喜心，咱都要时时欢喜啊。而且看人做善事，看人呢愿修行，看人有修养，咱拢是爱随喜。对安尼的人，咱都爱赞叹，咱爱欢喜，这是好事啦。爱培养人这念心，时时呢成就他人，赞叹他人，随喜他人，这种呢是真有修行的人。这赞叹人啊，鼓励人，也是布施的一种。所以譬如啦，譬如布施，就是富有的人，伊有法度布施。所布施呢，因为伊有财有力，伊愿意，伊发心，伊会当付出真多，为苦难人啊来成就布施的大事业，真的，咱来真个赞叹，因为安尼的人是富中自富的人，富有伊人生福报，富有伊人生名利。个财都真丰富，这拢那是过去成长啊，伊有了累积来的福甲德啦，所以咱应该甲赞叹，赞叹过去的因，现在的果，尤其是现在所种的这个因果啊，这拢总是呢好大事呀，应该爱个赞叹，富家是在良，好为苦难人啊，苦啊，这三顿唔知要对倒来。有财物的人，可以吃的饱；有的人呢，寒寒冬冷冻，也都可以呢，真温暖呐、啊。诶，可以会当御寒，无处好躲，风雨无地避，就可以呢。一个温暖啊，安居的地方，这就是富有的人，肯发心呐、啊，愿意付出，富中自富，或者是呢，贫困的人，贫困的人呢，伊嘛是真愿意布施，但是呢。伊个物质力量无够，啊，啥物都无，啊，要安怎呢？
尽伊个力，哪怕啦碰一碰个水啊，予伊解渴，或者是呢去采迄个野菜、粮食一点仔啦，伊嘛会当补充伊个体力。这安尼嘛是叫做布施，尽心力付出都是对啦。这款的故事呢，在佛教的内底是真多哦。一点啊，咱看起来真不起眼呐，但是呢，对伊的心已经尽心力啦。这个心力，甲迄位富有的人愿意付出的心是平等啦，有偌侪量，尽伊的心付出偌侪，总是呢，人人力量汇合起来，安尼呢，那就是一念心。这念心，尽心最富有，真有钱的人，伊愿意付出。那平常的人认为，我小欠一个，我也会当去付出。更加贫穷的人，伊感觉讲，我欠一个，我出一个力一个。我嘛会当，哪怕做工半工的工资，一工的工资，这拢总是会当付出。也那拢无物件，大家人呢用力付出，这呢拢叫做布施。咱若看到安尼的人呐，咱来心存赞叹。咱来开口赞许，该称赞，该加许，该认同，亲像安尼，自然大家人都会当知影做到的代志啦，就是互人认同的，因就是会欢喜，感官都会愈去付出。或者是后面的人听到、看到，哎呀，真正是好事啦！我现在开始，我愿意斗阵来做，亲像安尼斗阵做，互相赞叹，这敢毋就是呢？整个人类啦，互相勉励，互相鞭策。这种感应啊，净化，自然赞叹人的人会愈多，做好事的人会愈多，这就形成了一个呢人心道德啦，真好的社会，所以咱爱推动。咱人人各随所喜啦，该为布施，这就是啊。你看伊安怎做，做到的代志，啊，你拢该赞叹，拢个真欢喜。安尼呢，这都、就是，这嘛叫做布施。虽然你无去付出，那也无付出，那。一点仔物件你也无付出，啊，不过呢，你该赞叹，互伊欢喜，互伊安心，互伊会当继续做，安尼呢，这嘛是叫做布施呀，这叫做求赞叹的布施。咱伫素法的内底，敢毋就是有安尼呢？素安乐行的内底，
敢毋就是安尼甲咱教？那身行好事，叫嘛爱讲好话啊，还不断甲人赞叹，赞叹成就人诶善业，这也是功德啊。所以咱爱好好用心啦、啊，布施，随时都会当做，看到人伫咧做，咱欢喜赞叹嘛是咧，随喜功德，这嘛是布施啦。所以讲，随他愿行，喜他修善。有个人发心想要做一项好代志，啊，有人知啦，就开始呢，改主动。你哪会这戆？也趁钱未晓家己用哟。哎呀，你哪会这戆？时间哪会未晓用在你游山玩水，用在你增加你的知识？啊！你哪会要去甲人安尼做遐个有个啊无个啊？咱若是有智慧个人，是啊，我拢伫咧做有个甲无个啦。有个就是优先作为，吼、哦，这就是有个啦。啊，无个呢？啊，无违法啦，一切无违法，无。所追求也无所计较，付出啊，三轮体空，这就是平时有所作为善的代志做得对啊。咱若会晓安尼想，有人甲咱阻挡，有人甲咱泼冷水，这。咱都未去受伊阻碍着，所以咱你要行善的人，家己的心也爱坚呐。也咱看人行善，咱甲人赞叹，这也是功德。这拢是互相彼此啦，那成就好事。也咱若是看人呢？要做善事，甲人一个阻碍啦，一道心啦无坚固的人，事理无清楚，也着受伊安尼几句话的障碍，也就安尼停落来。这呢，拢是障碍多发，这功德做袂到啦，反倒倒来。作业依农，所以待人接物，咱要真小心啦。对待人、看人，想要去完成的一件好代志，咱要甲伊随喜，会当帮助伊，咱帮助伊功德一层；未当帮助伊呢，咱甲伊赞叹。这嘛是功德一项啊，这叫做随他愿行，喜他修善。因为伊有安尼的心愿，因为伊愿意去做安尼的代志，所以咱就随喜赞叹呐。因为伊所欲做的呢，是利益。有情对众生、对人群有利益的代志啦，这对伊本身呢，也得生福德啊。这咱人人每一项代志，只要你有利益人群，做得对啦，因为做就是造福人群呐，呀。做的人呢，六道万行完成，这就是累德，即讲累德啦，色众善本啦、啊，那
法华经毋是定定读着嘛？噶毋是定定讲着呢？是啊，所以利益有情呐，得成福德，这咱随喜呢嘛有功德啊。看人做善，咱就去随喜心呐，该赞叹。人若有心愿呐，只要是好诶，咱爱甲鼓励啦，真诶，拢嘛是好大事呀。所以赞叹，咱证明呐，菩萨、礼佛、赞佛，甚至呢也赞叹呐，赞叹众生圆度，这就是菩萨伫咧赞叹呐。所以，咱赞叹人啊，就是一个礼节，就是合道理的礼节啦。唔是讲吼，学佛了后呢，知啦知啦，我捌啦，我嘛会晓来去教人啦，我得法都好啊啦，我无愿意去恭敬人，这也唔对哦。所以你看，诸菩萨啊，从地涌出。拢嘛是遐尼正尊重啊，顺礼合理啦，这就是《法华经》伫咧教导人呢。你要行菩萨法，你也爱捌世间法。你伫世间法呢，爱合理，爱顺理合情啦，这。才是可以完成的我们的品格，这也就是叫做明明德，要知道理解明道理，了解我们人生最可贵那个理，要有理解，有那个道理，我们应该要有顺规，顺规律，这就亲像，咱安怎样的制度，安怎样的管理，不管是大公司啦，或者是小家庭，小家庭有小家庭的家教，大公司呢有大公司的制度，同款的道理啦。你若拢总无遮个礼节，无遮个制度啦，那就会乱了事。在《法华经》，佛陀教菩萨法，无离开世间法，吼，所以经文来的时啦，就有安尼哦。那菩萨呢，来到道场啦，顺礼节，顺规矩，所以正面的文啦，就安尼讲。你是诸大菩萨，自说其言。现在，现在，大雄世尊，诸众圣德，圆可化度。一行赞叹佛啊，堪忍娑婆，不舍众生，安尼来度众生，夜夜赞叹呢。众生啊，长久累生世以来，得受着佛呢，安尼累生世的熏陶、熏陶啦，一回一回直直加，慢慢慢慢直直调伏过来，终于呢，因缘得要成熟啦。所以，即卖现在听法啦。容易了解，听一法哦，愈来愈听，愈了解了啦。佛的心意呢，愈来愈清楚，愈清楚，对依教奉行。因为安尼，所以众生接近呢，因可化度的时，已经
佛伫咧讲法啦，地佛音啦，佛讲话，迄、那个语言已经呢，已熟啊啦，已经真熟啊。佛伫咧讲即句话，就知影佛内心的意解，所以慢慢的就会当清楚了解啊。所以讲，临闻诸佛，心清智慧，闻已信行，我定随喜。看到娑婆的众生，已经体会佛意啦，了解佛伫咧讲的话，真深的，那是也未听有，因会晓问，拢总无问啦。就是听无，知啦知啦，但是呢，也无了解呀，无了解，尽管知，未记哩呀，唔知要提什么来问，呀，了解啦，但是呢，内容也未真清楚，就将这个记忆再提来问，就亲像佛。在讲《法华经》的开头，视频来叙述啊，阿难叙述了迄个情景啊，接落来的方便品啊，佛陀一直一直赞叹啊，赞叹佛的真实法，真深真深。过去是用方便法啦，那现在开始呢，要开真实法。所以啊，这个真实法真深真深，心深啊！迄当阵啊，舍利弗啊，知影遮深遮深的法。到底呢是深到什么程度？既然过去啦，佛所讲的是方便法，未来呢要开示的啦，是一时性的法，是深深深深。到底这个深深的内容是什么呢？舍利弗他就提出来。要请佛陀开示，佛陀三智啊，但是舍利弗锲而不舍，还是呢一直在，在二三，佛陀呢，唔是这边问，伊就马上回答，他还是智，不思索，啊，讲到这。真深啦，甲恁讲恁嘛听无啦。舍利弗，汝是想要听遮尼深、遮尼微妙的法，我则是汝要听。再次再问，佛陀呢？还是字字啊？真深，听无？恁错解，安尼呢？呀，增加。您无法度理解的法，那舍利弗更搁较好奇，敢有法拢总听无的呢？敢有什么法呢？听无，反倒倒来搁较迷茫。那伊更搁再想要听第三次啦，释迦佛呢？这个时阵。他也就顺这个机会啦，逆计三千，气得不算。你既然请三遍啦，好，您都要真用心，了解您要用心啦，真心要听。所以我讲给您听，也爱用心听，才开始入经文啦，来。讲说一真实法啦，正式开始啦。
开一门，就开始呢功夫多。过去现在，释迦牟尼佛安怎样来度化众生，一连串过来啦。这就是这部经，要让大家人知，有智慧者，他会当了解，了解呢，伊就会晓要追问，去追求这个法的原因。追求了后呢，知影真实方向，他就会当身体力行，自然伊就会当安乐行在人间呐、啊。这就是诸菩萨赞叹娑婆世界呢，也已经开始呢，也要对问呐、啊，也要要接受安尼的大法。佛陀讲这个大法呢，还是有这么多人在咧听这部经，在灵鹫山呢是七年外的时间，还是安尼呢？这么这用心在咧追求法，因为安尼，这些菩萨赞叹众生圆度，而且呢，令闻诸佛心清智慧，搁再会当问啊问。佛陀来讲，开讲这个法，不是干那讲伫咱现在，搁讲过去的诸佛，定定安怎修行，安怎所得的智慧，这呢，就是令闻诸佛心清智慧，不是干那讲释迦佛家己本身，也会当讲其他的佛。在人间过去安怎安怎度化，这呢就是智慧，吼，也闻义信行，听了后也嘛会当呢身体力行啊，五定随喜，因为因遮拢有法度到安尼的程度，我嘛逐个人随喜啦。这些人听法，听到这么欢喜，这些人听法，还会晓问，这些人听法，了解了后，还愿意发心，身体力行，也我也随喜啦，我也真愿意听，我也是愿意身体力行，这种呢，随喜，赞叹，这就是功德啦吼，那接落来这段文啦，就安尼讲。以时世尊赞叹上首诸大菩萨，现在，善男子，你定令以如来法随喜心。现在这段文就是哇，世尊啊，再来赞叹这些菩萨，这些菩萨真无简单哦，恁也会当了解啦，了解伫堪忍的世界，恭敬众生会当接受到调伏。是一件真无简单的代志，恁搁再会当了解，这些众生接受了后，愿意受教，也是长久的时间，愿意接受，安尼会当体会了解，这些众生也慢慢的随佛教。体佛理啊，也恁会当甲因赞叹随喜。
就是等于给因鼓励啦。这个中间，佛陀回到等啊，赞叹这的菩萨吼，赞叹会晓赞叹人的人，可见呐、啊，这都是你呀、啊，这都是你呀、啊，是你是你，互相呐、啊，往来的礼节呐、啊，互相往来礼节，那就是道理啦。彼此拢真客气吼，所以世尊呐、啊，就安尼大声呢来加赞寂寥发心随喜的人。假使就是甲大家人保养一下啦，甲这些菩萨赞叹一下啦，赞叹恁完啊也要赞叹娑婆的众生，安尼得受赞叹吼。那这就是发心随喜啦，所以重复赞叹现在。现在不是只说一句，那是在重复的赞叹，那这就是显出了令依佛灭惑啦，护持徒相讲说此经，因为在发书品啦，一直伫咧提倡哎。护持徒相讲说此经，佛陀担心啦，佛那灭度后的时啦，迄个时阵经法那断去呢，世间呐都道理都断啊啦，所以佛陀灭入灭的以前，伊足。挂心的啦，就是法一定爱有人延续，在《法华经》啊，这一连续落来安乐行品，就是一直要爱咱人人爱了解。虽然方法是一人真辛苦、真艰难。干己的代志，会当到的困难是真多。那文殊菩萨也了解佛心嘛，同款呢，伊也会当搁再问佛，请佛呢再说，要安怎样防止迄个困难，会当互人人这个心嘛撇开了困难。可以坚持堪入来弘扬此经，这呢在安乐行品啊，佛陀讲过去，就是烦恼，烦恼佛灭度好，无人好传法啦。也那是可以亲像安尼赞叹，对的代志做得对啊啦。法一定爱团呐，就是安尼做啦。修行无困难呐、啊，修行真简单呐、啊。就亲像讲，咱定定咧讲智慧要安怎转，其实啊，智慧在咱修行中，哪要用佛法来解呢？哇，那都真深，也那用咱世间法啦来解呢，啊，都简单呐。
成所足地啦，那就是咱平时凡夫啦，这个五根去接触外面的五尘啦，那所看到的物件，这就是识，会当意识去分析，去看到迄个物件，这叫做五识啦。啊，五识，咱会当目睭、眼睛，甲迄个色尘汇合起来。也那无眼睛归眼睛，色尘归色尘啦。你是你，家内底偌济人，啊，大家人坐伫遮，啊，我的目睭呢？我那是目睭闭起起来啦，我目睭起起来，根本都无看到恁的人，或者是呢，我的眼神经啦，那失功能啦，真正是有这个眼睛伫咧。欠了迄个眼神经，这个电啊，甲我的性呢都无作用哦。所以爱有五根、五电、五识汇合起来，安尼呢发挥了伊的功能，咱爱转为成所作地，该合成起来。物件拢伫咧，眼睛也得着啦，也要去分别伊啦。这代志呢，成所作地起来啊。同时，这个六识啊，去触境，这个、意识你去看了后呢，迄、那个印象调调，迄、那个相就印伫咱的心灵，所以咱的意啦，会伫迄个所在想。想迄个物件，我真爱，我真爱吼，这个六识吼，那咱爱转为妙观察地。凡夫呢，爱啦都去贪着啦，因为上限伫心灵，凡夫都一直要去贪着，要安怎起会着？这个日夜，这个相藏伫咱的。意识的内底，啊，要安怎得会到呢？那就是爱去思考、去想、去思维，要安怎样呢？好，会当用什么款的方法取得了我所爱、满足我的心愿？了后呢，就开始去动作，去动作了后啦。就有成果啦，凡夫所做作的成果，那就是业恶业啦。也那是咱学佛了后呢，就会当转啦。咱的五识会当呢，该转为成所作地，咱照力思力，将外面的物资用在苦难人。的辛苦人，因需要，那有这个物件好好来运作，所以有物资啦，这个计量咱的六识转为妙观察地，咱的心意呢，都赶紧啦来想，遐个人的苦是无三千的苦呢，或者是无饭好食的苦呢？或者是无处好住的苦，啊，好好呢来个观察，这呢就是去观察了后呢，了解遐个人的苦相，咱开始就爱思考啦，思考遮个人，无管远近呐，无管伊是虾米人，真正是需要咱帮助，哎，克服真济困难。去帮助遐个人，不管伊偌远，众生平等，发挥了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那就是咱的第七识，转为
平等性地一切先所作为啦，去做了后呢，那回归于无为法，那就是第八识转为大圆经地哈。总共一句，咱爱真用心，这个冥想出来，佛的素地，咱用在咱现在啦，用在现在。好，咱看到这些物质，咱学佛了后啦，咱不是贪为己有，咱会当应用这些物件哦，有这些物件哦，知影有安尼的苦难，真的是金、丁、石，这五石啊，知影有这些物件。的量吼，那了解转入来呢，妙观察地，既有遮个物件，佮知影遐个人的苦俗，咱要安怎样好好来思量？因到底是急难的救呢，或者是呢长期间的安顿呢、安心呢，或者是呢爱长时间？会安心安生活呢，好好啦，来妙观察，好好来思维，多位的众生，不管伊是伫倒一个国家，为伊的未来代代的子孙，要安怎延续落去？这第七识转过来，平等性地。咱期待安尼，嘛希望呢，伊会当安尼，即呢回归到啦，咱就是包含伫一切有所作为，将心所作地妙观察地平等性地一切合道理啦，诶有所作为，来回到啦无为法，那就是。大圆经地，所以咱爱人人用心来体会吼。菩萨的赞叹，赞叹呢，这些修法啦，真容易修，化度过来的人，所以呢，这些菩萨的赞叹，佛陀也来赞叹菩萨，所以重复呢，现在现在吼，那这就是显出了佛陀灭度了后啦，法。未来有人传呐。以是世尊呐。赞叹上首诸大菩萨，现在现在，因为呢，迄、那个上首菩萨代表大家，佛陀回礼佛因呢，嘛是受上首菩萨也代替我，甲大家人讲，我甲大家人真赞叹哦，同款的道理啦吼，所以这是佛陀。家喜清闲吼，后面呢，开始特别细说，讲善男子啊，你定令伊如来发随喜心，大家人会当伫如来啊，这道场的内底啦，为遮个人赞叹，
虽然恁拢已成就啦，还是呢赞叹未成就的人吼。所以讲，加喜才会菩萨。善男子，善男子就是学佛啦，出家在家，四种隆重呢，就是啊，这个善男子，立定以如来法中，发心随喜，恁会当在如来法的内底，恁愿意发心随喜啦，真无简单哦，还是安尼赞叹。再接下来的文讲，那时弥勒菩萨及八千行菩萨诸菩萨众，皆作誓念：我等从昔以来，现在呢，就是弥勒，弥勒呢，就是将来的佛啦，吼，那这。未来世啦，未来的这个娑婆世界啊，成佛的那就是弥勒菩萨啊。弥勒菩萨呢，在这个灵山会上啊，从开头都有弥勒菩萨啦，一直到现在哦，嘛会记哩。弥勒菩萨呢，在视频呐也出来问文殊菩萨，文殊菩萨才开始因过去的日月定明佛，所以讲起来，弥勒菩萨啊，也是在灵山会上从头一直到现在吼，那弥勒菩萨已经累生累世，同款不断不断修行啊，伊甲菩萨。八千行沙菩萨啊，这多人啊，拢总是做同款安尼一念吼，所以弥勒菩萨是未来补处的佛啊，将来人间补处佛吼。伊讲我等从昔以来，自从九万，意思就是讲从过去啦。啊，真长久，一直来啦。所以弥勒菩萨呢，就是安尼，在这个娑婆世界，一直呢嘛是觉佛啊，安尼不断呐，在咧度化吼。那只是呢，成佛有前后啦，释迦佛呢，早弥勒成佛吼，那弥勒呢，搁在慢佛后面再成佛，所以弥勒啦。以诸菩萨所以义文者，自初即场以来，至今灵山以往，就是讲弥勒菩萨生生世世与佛相在一起啦，一直到《法华经》灵山会时，伊嘛是啊，就起头来问啊。这就是弥勒菩萨伊呢的特性吼，所以弥勒及灵山会众见下方来，这诸大菩萨悉所未见。
你若看到遮个人，从地涌出遮尼多个菩萨啦，好亲像呢，拢毋捌看到的，遮尼多啦，所以心起疑啦，开始作问啦，这遮个人从地下涌出啦，遮尼多根源，也是有修行者啦，大家人安尼涌出来，所以真侪人啊，拢是心所忧疑，尤其是呢，前面迄段文啊，从五十劫啊，却为半日，这大家人嘛是一个感觉真惊吓哦，那会当用遮尼遮长久历劫，遮尼遮侪法啦，会当安尼却为半日。大家人会当了解呢，这哪会讲大家人未惊哦啊，未疑呢？疑怪啦，一定会啊，因为用这么长的时间，却为半日，实在是呢，大家人有疑有怪吼、哦，所以这是弥勒菩萨啦，心中也有疑问，所以。要提出来问啦，八千行沙菩萨机械一言吼，也是同款，这个结啦，这过去佛陀呢是阿弥生活以前是安怎呢？安呢行过来一路，遐尼真多啦，这个结啊，遐尼真多吼。这么长久的时间，大家人有一点啊，迄个疑惑，所以啊，这主席吼，主席就是弥勒啦。弥勒呢，他迄个宝处的智慧啦，可见从这个成佛，啊，讲从这个成佛，对咱人世间的时间呢，是过几啊万亿劫啦，所以呢，也过真长久啦。啊，不过呢，地佛的境界呢是将来三宝宝处的菩萨，现在都是伫咧宝位的菩萨啦，伫咧拜伫释迦佛的后面，叫做宝处菩萨。这款的地啦，现在伫到处天宫伫咧训练啦。不过呢，佛陀讲法伊拢总有来吼。所以，伫这个宝处之地，欲求所以然之故，因为伊要研究到底呢，释迦佛呢，累生累世啦，用这长的时间，长劫的时间，安尼呢，这个现象来来回回，真正是不可思议。啊，这个道理呢？却为半工，大家人会当体会到，真正是有一点啊怪有疑啦。所以，因为疑结吼，这个结结门啦，所以伊就会提出了安尼的疑问啦。所以用解释伊家己心中的疑，当然啦、啊，应该也代表大家人心中有疑。这就是咱要会当清楚明白，一定呢爱有经过了吼，有人疑问，这道理爱要知，啊，都爱问较清楚咧，啊，都解说搁较清楚，就亲像《法华经》的开头，这个中间佛陀伫正中伫咧坐啊，弥勒菩萨。文殊菩萨对唱，所以大家人听了后呢，感觉佛陀伊要讲这部经真特殊，这意境呢，都予在座的人呢，对这部经的迄个追求啦，何况讲佛陀出定，一直伫咧赞叹呢，这个深深微妙的法。所以才引起了舍利弗呢一再追求，再问佛，
这拢总是起伫一个问，吼、哦，有人问，啊就有法度呢，法就解答落去啦。所以问法啊，嘛真重要啊。所以咱爱用心，才会当解法。要解都有疑啦，有疑都爱问，啊问呢，就会当清楚。意思应该是安尼，所以咱爱时时多用心嘛、啊。